多多多多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上货上货！前几天我利用石块以及泥土打造了一套蒸馏淡水、烹饪食物以及加热作病菌的多功能一体马桶灶，并且又通过赶海收获了不少的海鲜。本来打算带回庇护所好好的搓一顿，却不料岛上突刮狂风，吹倒了我的庇护所，无奈只能收拾装备，转移阵地。走吧，转移阵地。今天将有两位神秘嘉宾来到我们的岛上，其中有一位可是我心仪已久的白马王子。所以在他俩到来之前，我决定准备一顿丰盛的大餐，好好的款待一下。这座岛的背面也有几个天然的水坑，趁着现在退潮早，咱们下去把它盘了。关键这两天我还在沙滩上捡了不少的死鱼，连夜投放在里面，提前打好了窝子。本来打算后面扛不住的时候再盘，但是今天他来了，必须得好好的招待一下。来吧，摄影师，开杠。来吧，差不多了，开幕。看到没有，这里有个小鲍鱼，哎呦，还不错，收了。来，看到没有，这角落里全是这种海葵花，密密麻麻的全都是。哇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钻进去了。哎呀，钻进去了，看一下有没有在那边。哎呦，这里有个刺鲍鱼。哎呀，这小家伙萌得很呐、哎呀，太可爱了。这东西没什么肉，处理起来太麻烦了，还是给它放了吧。拜拜了，小家伙。找了半天，这鲍鱼就躲在这石头下面。哎呀，我躲躲躲躲躲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上货上货！哎呀，终于是搞出来了，进去吧你，真是不容易啊！来吧，咱们再仔细找找。来，看到没有，这里有一只螃蟹还在这里卧沙呢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哎呦，是一只母蟹，已经在白子了，还是给它放了吧。嗯，这是啥？哇，两只巨巨蟹呀，拔得还挺紧，这好像是一对呀。哎，太小了，不打扰你俩了。看到没有，这里还有一只螃蟹，隐藏的还挺深的。哎呦，哇，肥嘟嘟的，还是只独臂大侠嘞，收了。来，这下面有一条跳跳鱼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小家伙还挺狡猾的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收了。这坑子里面基本上已经被我摸得差不多了，走吧，咱们先回去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终于是到家了。哎，梁哥来了。梁哥，我可算是把你盼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你还舍得回来呀？我等了你一天，等得我眼珠子冒金星，差点没把我饿死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辛苦你辛苦了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现在就去给你烤鱼。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。哇，好辛苦。来，杨哥，你先进去再啃两口垫吧，垫吧。你可说好了。你先睡着，我现在去找你摘点金银糖果，明天给你酿造一杯小鸟糊涂酱，补充一点精神食盐。来，你去找聂小的。师傅，你不打算给你姐留点吗？哼，她都那么胖了，还剩什么肉啊？啊，这个人不老实啊。